不是有邮件要处理吗？怎么了？耽误你玩游戏了？你觉得我很想玩？猜不透，也不想猜。那我就直接告诉你，没有假称奇的女百里，没有花名册，更不可能有游戏里的那个我。跟我说什么？跟我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喜欢一个人，并且他也知道。而且我也清楚，他也明明很在意我。他会难过，会生气，会吃醋，会担心。如果这不算喜欢，那什么才算？